打卡地址打卡结果都正常，设置了地点打卡方式，现在手机不在那个位置，无法打卡。打开瞬间转移 App， 把位置移动到打卡的范围，点一下锁定坐标，回到钉钉打卡，马上变成可以打卡，打卡成功。看看钉钉后台，打卡结果正常。再看看原始记录，打卡地址打卡结果都正常。